中国农村妇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所受的迫害真是令人发指。而且就是这个男人当然在这种封建制度下也受着三座大山的压迫，这个毛主席也分析过是吧，妇女是四座大山，她又夫权了，她的丈夫男人也压迫她，男尊女卑啊是吧。而且在这个当时的社会里面，一个女的如果结婚以后不能生育的话，这个女的是无条件的会被遣送回家的，就是说你这个休妻是没有什么好没有好争执的。那么如果你农生孩子，如果你光生全生女孩，你在这个家族里也是得不到认可的。那么我小说里所描写的这个母亲实际上就是对当时的封建制度下的妇女的悲惨生活的一种典型性的概括。我认为这个上官鲁氏她是有抗争精神的，用自己在那个时代里面的一种独特的方式，包括红高粱里面的戴凤莲这个九儿是吧，用那样一种方式来反抗，就用自己的身体，妇女别的没有了，我用我的身体来反抗封建制度。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可以开发的很深的，可以让大家想的很多的是吧。那么至于他们这个为了抗日，为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是吧，也都敢于流血牺牲，那么这些大家我想都是可以认可的。我在这个北京的积水潭地铁站，就是坐地铁的时候下台阶，就看到在台阶上坐着一个应该是北方来的妇女吧，抱了一对双胞胎是吧，一边一个的喂奶是吧。那这个印象给我很深刻，当时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阳光照射着这母子三人啊，我就感觉到像看着一种很神圣的一种画面，就是这个人生育哺乳是吧，然后生生死死是吧，这不说是人类的全部内容，也是最重要的内容。而且我们在这个生存的过程当中，在繁衍的过程当中，有跟整个的社会运动变革战争疾病饥饿进行着这样的绞杀和搏斗。但是当然我也并不是说每个女的非要去生孩子不行，那么现在我想社会的包容度越来越大。